白蛇传。钱塘举仙清明扫墓，经过西湖遇到大雨，与白蛇青蛇相遇，经过与白蛇同舟，互生爱慕。许仙将雨伞借与白素贞，定期过府拜访，并结为夫妇。法海嫉妒许仙白素贞的姻缘，告诉许仙素贞是白蛇所变。端阳佳节，许仙劝素贞饮下雄黄酒，白素贞现出原形，将许仙惊吓而死。素贞去至昆仑山盗取灵芝仙草，与赫洛尔同争斗不胜，南极仙翁被素贞感动，并赠予灵芝救活许仙。许仙受法海欺骗，上金山进香，去而不返。素贞与小青来至金山寺，恳请法海归还许仙，法海不允，素贞恼怒之下水漫金山，法海招来天兵抵挡，后因白素贞身怀有孕，体力不支退败，行至断桥，腹痛难忍，许仙追来，小青恨许负心，拔剑欲杀。素贞与许仙情深意切，极力劝阻，后三人言归于好，回到许仙姐丈家中产下一子。法海于婴儿满月之期率韦陀神将寻至，用金钵将素贞降服，并押入雷峰塔下，拆散了美满的姻缘。小青求助火神前来相助，将雷峰塔推倒，素贞与许仙重续姻缘。张火丁，吉林白城人，中国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，中国文联委员，中国剧协理事，全国青联委员，中国京剧程派艺术研究会理事，启蒙老师王兰香，1989年毕业于天津戏曲学校，授业于李建秋、瞿天皇等老师，同年考入北京军区战友京剧团，授业于李文敏老师。1995年调入中国京剧院，1993年拜在程砚秋大师的得意弟子、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赵荣琛教授门下，成为关门弟子，得其真传。2001年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，并授业于李金红、辛砚秋、王银秋等教授，代表剧目《锁麟囊》《荒山泪》《春闺梦》，创新首演程派剧目《秋江》《绝路问苍天》《白蛇传》《江姐》《梁祝》。1992年获全国新剧目汇报表演奖，1996年获全国现代戏交流演出表演奖和五个一工程表演奖，同年又被中国京剧基金会推荐为中国京剧之星。1999年举办了接连三场的个人专场演出，反响强烈，备受观众和专家的高度赞许，并荣获第17届戏剧梅花奖。2001年获文化部青年京剧展演荣誉奖，2000年被文化部授予优秀青年专家、杰出青年、高级专家称号。2004年中国京剧院成立张火丁戏剧工作室，2005年入选中国京剧百美图。张火丁是个全方位的演员，唱念作舞俱佳，台上具有大家风范。他不但突出了程派艺术的庄美、纯正、深沉、凝重、悠远的个性，而且还有他自己的表演风格，被称之为程腔张韵。张火丁以他高雅独特的艺术魅力，深受国内外广大观众的喜爱。Thank you.
是幽冥的断桥。
这样大雨留下焉能避得，就请用我这把三把。吃是君子念花花花，不要急我是了，二位娘子不要推辞，多谢了，我去前堂门、哦、再送我到青坡门，多请你传信就是。好好好，请上船来吧。大了府少啊，二位娘子船班可话要小心了。
去，我改日来去就是。多谢君子，起。小娘子转来，君子什么事？哦，是不是要散？不是的，请问你家小姐她姓什么啊？我家小姐她姓白。哦，原来是八小姐，你可知道我姓什么啊？君子你嘛，姓许。是怎么知道的？啊，您那把雨伞上不是有大大的一个喜字吗？明儿个请早点来，免得我们小姐就后啊。小娘子慢走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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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他姓什么？
曾相识。风月空舟便一家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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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歇息歇息吧。见了病人，如何能歇息得了啊？不要忘了，你可是游运至山的呀。晓得。官人，你买些什么？食材在江边，见有卖，洞庭山石现水果，买些回来与娘子品尝。官人如此见爱，多谢了。娘子是哪里话来？许仙自幼孤苦伶仃，自得娘子采之人生幸福，如今来到镇江，赖娘子之力，岳仆如此兴旺，被人朕不知，怎样感谢娘子才好哟。那时节想回头再
些此话有本人请。哎，看你日迷深，深夜无益，待等端阳佳节，你劝他多饮几杯雄黄酒，那是自然明白。到此了，师父慢走。这是哪里虚情，两字来
金碧不一，火友们要笑话悲人的。来来来，干上这杯吧。不能饮酒。干了吧，干上这杯吧。调制一杯醒酒汤，与他解酒便了。
Thank you.
强，因此生长受怕长。鸟怒生慌，师兄，你在前山观虎斗，我在后山听鸟喧，不可大意，看守林芝莫探望，随我巡山一家回。嘿，此我灵芝，不然我父就有悔。
家以师父之见日我门来，明日如何？明日你就走不成了。师父特意行迹了，从水火中救人，不得不急。于此师父请上，受弟子一言吧。阿弥陀佛。之后为师把前因后果对你讲明，那时你自然明白。随为师来呀。老茶
纠缠，快快回转峨眉山去吧。你好无知哦。
Thank you.